哎，电视连麦。来，在一边。严重到我们家南平祖师就临时赶来冲下来跟我说他要你的命，到那时候前几天我才意识到这个严重性。我今嘛就是身躯顶有出现一挂足奇怪的灵动，啊我今嘛就是，我当伫阮家顶过时阵，我的主公有落来，怎样我今嘛就是查着讲我有泰国的物件，啊因今嘛就是要爱我的命安尼。你是不是到在通了朋友拜祭泰国之神啊？有有啦吼，你向朋友拜迄泰国的迄种吼政府饭桶对不对？我全部就是未来嘛是这种下，我后面也是陆陆续续有起，然后后面被反噬的很严重，越看越入迷，就是想说哎、欸，是真的有用，就是感觉是真的有在帮助我，然后就越请越多。一个月前、两个月前，我朋友拿了一堆他浪供的符管跟什么面膜刀鬼王之类，然后就是家里的佛牌跟鬼王互打，打到就是我真的身体我自己也有感觉到怪怪的了。然后到我最近骑车啊，还是什么走路啊，莫名其妙，我就会从楼梯上跌下滚下去的那一种。然后到后面是我发现车祸频繁，然后什么血光之灾里里口口，严重到我们家南平祖师就临时赶来冲下来跟我说他要你的命，到那时候前几天我才意识到这个严重性。想坐车？坐。都是我太爽，不是我太爽，声音有没有太爽？我不要看讲的太爽，快点。就是那个已经不是我了，我没办法去控制手要插进去拿出来，真的千万不要用血，不管哪个宗教的东西真的不要以身试法去用血，到后面那个反噬速度更快。